再加几味药，效果就更好了。我再找找看。 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，就为了救只野猫？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！哎，你离我远点！弱肉强食，自有生死定数，何必自找麻烦？不麻烦，他的伤我能治。这山中每时每刻都有动物受伤，你都能治？既然他找上我了，我就要治他。爹爹说，医者无法治天下，但能治眼前。 我不跟你说了。如果你非要救这只猫，我可以帮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做好，谢谢你。好，那你就自己去。鱼腥草。 金叶菊就齐了。啊！哎呦！哎！金叶菊。 你在想什么？你竟然会说话！嗯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 有人吗？谁啊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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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谢谢你啊。在下罗峰阁冰心，感谢阁下帮我们击毙外逃魔晶，敢问阁下是？尉迟龙颜，堂堂罗峰阁连魔晶都管不住。原来是龙王，罗峰阁欠你一个人情，他日必定奉还，在下告辞了。受伤了，小伤而已。不行，那伤得先治，用我的药吧。你把衣服脱了吧，我给你上药。现在？你别多想啊，我就是给你上药而已。好了，这药有点疼人，你忍着点啊。嗯。这么跟我说话，我还不习惯。为什么他靠近我的时候，我的脸会疼？小点，现在到你了。